说实话啦，真的要跑，他们早就跑了，还给你等到现在。对对对，是做错事情没错，我不是在为我自己做错过的事情在面对了吗？你说诈赌，钱我赔了；你说贩毒这件事情，我也在面对我大家对我的所谓的唾弃或舆论，我也正在积极的调整我的心态，在面对接下来这两年的时间了。啊，就没播一天，不知道谁啊，说我跑了。就我都快进去了，我就不能找一点时间陪陪我亲人，陪陪我重要的朋友，我另外一半都不行。不然你叫那个地检来帮我装电子脚镣嘛，好不好？而且再说白一点，又不是要关20年，两年出来我才33、34而已，不知道到底要跑什么、啊。我会觉得这些媒体都不怕把一个人写到死掉吗？有可能他们是觉得我心理素质比较强，所以可以随便乱写，还是什么？就是能不能平常都给你们写这么爽了、啊？这种关键的时刻，给人一点同理心呢、啊？妈了个逼、欸！说实话啦，真的要跑，他们早就跑了，还给你等到现在。二审确定就可以跑了，我还等你等到三审驳回。对对对，是做错事情没错啊，但我不是在面对了吗？我不是在为我自己做错过的事情在面对了吗？你说诈赌，钱我赔了；你说贩毒这件事情，我也在面对我大家对我的所谓的唾弃或舆论，我也正在积极的调整我的心态，在面对接下来这两年的时间了。妈的，啊，就没播一天，然后就跑去打去不知道谁啊，可能浪啊干嘛的。就说我跑了，那个，就我知道现在在场也一定有记者在看在录，就是还要我怎么样啊？就是一定要把我写到整个人跑去自杀你们才开心哦，又有媒体新闻可以写了这样。就我都快进去了，我就不能找一点时间陪陪我亲人，陪陪我重要的朋友，我另外一半都不行。对，就爱怎么写怎么写。不然你叫那个地检来帮我装电子脚镣嘛，好不好？而且再说白一点，又不是要关20年，两年出来我才33、34而已，不知道到底要跑什么、啊。对啊，我昨天本来是要播没错啊，但是就有很多事情要对接，很多事情要交代啊。要进去了，他拍拍屁股就走了吗？我都不用照顾一下身边的一些朋友、事业。工作伙伴都不用交代，都不用安排，都不用安顿我妈。哎呀，没播一天说我跑了，逼的真的。而且，就心理影响生理嘛。上个礼拜他大感冒，感觉很强的流感，到现在每天都在咳。其实我觉得我撑到现在已经很屌了，我到直到今天我才崩溃的，就觉得自己可能对。自己做错的事情，可能变成身边的人都要跟我一起承受。啊，总要交代一些身后事啊。啊走了之后，他那些东西怎么处理，怎么对接，啊，都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。没播一天，他说我跑路了。你找警察帮我带电子脚镣好不好？就是该交代的、该交接的，其实都交接的差不多了。然后最后。留在台湾的东西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出去之后什么时候能回来台湾了、啊。啊，现在婚也还没结，那小孩也还没生，那就后续随缘啦。只是生活在这个地方这么久了，就是可能出来之后在哪里生活，现在还没有太多的画面吧。然后，因为讨厌我的人多嘛，喜欢我的人也很多。那所以就想说，最后搞一些活动，就大家有一些连结啦。那接下来可能五月中的时候吧，石友茶屋会有一个小活动啦，就是全台湾2300万人都能够去拿一杯珍重再见，好不好？无论你喜欢我也好，不喜欢我也好，喝完就当作没了，没事了吧，好不好？我也是不知道我得罪你们哪里。啊，讨厌我的也不知道你们讨厌什么，可能是嫉妒吧，可能是不爽吧，可能是看不过去吧，觉得他一
哦，这个毒贩，这个炸毒贩怎么还有办法活得这么好，这么嚣张，声浪这么多，可能你们看不过去吧，但也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我始终是要进去蹲了。那到时候这个活动，我现在还在对一些细节。这细节呢，因为要确保每个人也只能领一杯啊，不然我会破产，好不好？我猜可能十万、二十万人可能会来领，那这样算一算，可能也要个1000万起跳，就这样子了，好不好？就你们觉得不爽的，我是不知道我惹到你们什么了。那你说诈赌的，我也没诈赌到你们，我该赔的钱我也赔了。你们说贩毒，我钱我也没赚到，该要蹲的，我现在也要去蹲了。就你真的这么不爽，你喝完这杯饮料就点点卖公位喝吧。就我已经没办法了，我能做的，我能面对的，我全部都做，全部都面对了。我是不知道我还能怎么样，你们这些人才爽。这件事情我已经在开始在对接，要搞一个可能系统出来，让确保每个人只能领到一杯这样，不然每个人一直重复领，我可能生意都不用做了，那加盟主也不用混了这样。所以2300万人，你只要有办法注册这个会员，基本上你们每个人都是一杯。我也不祈求你们未来可能会持续的买私有茶屋干嘛的，我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也不知道。另外除了私有茶屋以外，火锅店最后跟那个合伙人讨论完，他还是要做。那反正如果我最后真的进去了，我看不到火锅店诞生的那一天的时候，我有拜托那个小齐轩帮我拍一下那个开幕仪式的宣传影片。除了这件事情以外，还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做的，就是我这个礼拜五还要去跟超派开庭，杀人未遂，就也没办法，也没办法。就即便我进去了，如果说我真的关完出来驱逐出境了，我也会委托我的律师把这个案子打到结束。就是其他都可以放下，其他真的都可以放下，但是黄伯超这个人不能放下。欸，如果全台湾都来喝，那我可能还要找一些金主来帮忙一下。全台湾来喝，我们一杯算20块就好，是多少钱呢？2300万乘以20，乘以10就是2亿3嘛，就也要个5亿啊。我们现在设定那杯饮料是50块的啦，我想说应该紧绷就10万人或20万人来喝吧，那可能还负担得起。就该放下仇恨，该放下了，好不好？我也懒得骂有的没有的人。那超拍这件事情就持续开庭吧。然后我希望就记者朋友们，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我进去了你没新闻，哪次我开庭反正你们也都知道，到时候再来采访我好不好？让我有一点画面。我到时候开庭你们再来采访我好不好？反正持续会开庭，会一直告。